周星哲日前向女友赵黛欣求婚成功，十二日他出席金马奖入围记者会，聊到求婚细节，整个太甜蜜。我们在欧洲玩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浪漫的人，当时在一个这个很大的阳台，很浪漫的音乐下，然后就是求婚了，这样其实还蛮紧张的，因为原本想说是一个应该是还好的东西，但真的跪在地板上那一刻，就觉得很像是看电影的那种那一刹那感觉，就还蛮感动的。我原本想讲一串话，但最后发现我会要准备要哭了，所以最后就很简单的跟他说，就很爱他，然后就愿意嫁给我嘛，这样想说会讲一些什么什么的，从这边认识你，然后等等，发现不行，我要讲的话我就爆哭，所以我要 hold 住我的那个当下的那个男人的那个 manliness， 所以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。可以借现在的时间帮你准备好你那一串，大概跟我们讲一下。我不要，这很 private， 这很对啊，这太难了耶。有，他非常感动，对。就是 OK 的大小。最近先忙完小巨蛋，对，先忙工作。那你有想去哪里玩？海岛吧，我蛮喜欢海岛类的地方。期待两位步入红毯的模样喽。Thank you.